够让两个人一起游玩的极简流高尔夫游戏 Battle Golf， 玩家只需要快速的计算角度和力道，在时间之内不停的将小白球一杆打进球洞即可。在单人模式下，要一杆进洞可没那么简单，因为每进一球，果岭就会切换一次，甚至还会有海鸥来碍事，需要多多尝试才有办法算出正确的力道，把球打进洞。而在双人模式当中，玩家互相较劲打进同一果岭，但是两边的球会互相碰撞，所以有可能会产生一堆球挤在果岭上的奇特现象，甚至还可以用自己的球挤倒对手呢。